女团 IDE 今年以畅销歌曲横扫音源的火热人气不容小觑，更受邀2023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，台湾成员舒华将久违的站上故乡舞台，而中国成员羽琦在12月19日也现身自己的粉丝群发言，表示在明年想要带着组合 IDE 回国演出，引发了粉丝们的期待。今年也是 IDE 出道以来举行第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受到全球粉丝支持的 IDE 表示，谢谢有 Neverland 们给予的爱，才让我们更有力量的去完成舞台。而明年随着疫情趋缓与政策松绑，粉丝们都期盼与其的约定实现，能够让 IDE 突破常年的禁韩令，顺利与中国的粉丝们见面。2023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14日，我们小巨蛋见。